打包，来你自家传落好。4包还有4包。我们发2包来，你过年了后，大家面上都平均阿要千万。爱食的，买一份等于蒸，后刷卡发200，今仔要吃100块元，100块来，我出来，一人一份，来100了，我，好好好，不然要吃更的多。来，海鲜包来，海鲜包1000块元，1000块来。等明天来。收啦收啦收啦。大尾无？你一份3-4包好。我去收啊。三尾我领来1000。回去了哈，好，你帮我弄两个。来2个，2个100的。2个100的，吃。200个，大哥，钱给我，1000块来，30元。你先大只啊，这么细只啊？还看人？你三只钱买袂掉啊？一个买多，还有半个。孤单老人。来1000块，都给你了。哇，够够宽啊！真的大只啊，不是小只啊。好大只。我平常咧卖菜市啊，我现在卖欢喜。大哥拢搞咩一样？从哪来配条命啊？来来，我这边有虾子哦。虾子有买的，帮我拿一下哦。哎，你帮我用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三分哦。来，快来弄，快来弄，快来弄。来弄啊，快弄。来，虾你也别放落来，虾。来，大哥来，你也三分。来，虾子这边没有拿到的，哎，你也三分了。哎，虾够不？我来，虾子来，来一份的，来到这里三分来，多花花钱嘞。来来，小姐这边，来谢谢。来红梅，我来。好。我呀，好红梅，红梅弄我，红梅弄我。你要共享啊？你今仔是要打共享？你共起码先安排，等我你共。你要拼啊？红梅，你该是拼两包面个。我话呀，无要甲红梅去赚去啊。进一包爱600两公斤哦，免600，免500，免700，三两片俩。好，好美啊！一包你开始啊，我你又不炸，没事来几百，三包。天的时候，三个客人在路边一个人买三包，连一包两公斤，看起来好可怜。三包，共好300块，有没有吃的？三包，三包，来这样。那就是财神张月老帮你牵红线，三包两公斤，每日300，好爱可乐要不啊？我准备磨砂，准备有啲可乐啊，没得靠的。黄鱼，来喝黄鱼，带人家拔出来。黄鱼这个就行了。我看一下。我给你。可以啊，我给你来画画。我要等。等下，你吃蒜的安喵诶，这个大地啊，好不？一只鳕鱼只有1块，不可能有第2块了。没我爸，你吃蒜头哥来300块我都，300块。我画起个毛，来，这是我阿姐人诶，带到你，你带到你，来300块，喜欢的赶快，300块来，我脚松快，瑞正瑞几瑞正昂修，这条后边，然后一瓶300块来，来300块来，这边有没有蒜头灯的？来，来300块两，来，蒜头灯300，好啦好啦，点。来三百六，我要取啊！等一下，大哥，等一下。我要装点贵的啦，对，新房房。来300，来，就三百块的。阿基，你那边还完了吗？一个钱。我不钱。好，我先问一下。来300块。这个用新灯的。来300块来。来三百。我取啊，这要多少？来300，有人无买着帅头灯无？拢有买着哦。要点几斤呢？加！来哦，阿哥给几百哦，来落开了。3-8来100给我算。啊，下次哈就没有这样卖了。哎呀，米克旺的海鲜跟你讲老的呀，咁老啊？阿伯，阿伯哦，好，阿伯讲老开，加老开。你以前四百，要5包？我俾你加。老红包，老红包啊，真长远。黄员外啊，都唔来，都误在我。4包，好，很好，4包哎，王飞，你可唔可唔对哟？来，5烧麦来1000块来。
晴空，上面讲补刷慢嘞，一支350，大师的特 A 级的，人家欧姐，那没关的补刷慢，你可以比较瓦卡比刷慢，你的才华给你降回来，真正这两只7800公里，来你要1300，过年了，有哪会当食较好的？不是过年才会使食，即个平常是规一年356天拢有补刷慢，所以你要食补刷慢，找我就对了。你讲多少哩？这讲个啥哩？来1000块，我叫你吃，我三万1000块来。哦，红金盖、红金盖、绿金皮啊、绿金皮啊，做毛用啊 ？OK， 好。来，阿刚贵说搞换换，别别别来，阿先跟准备出发来，别别别啊！后边有三只鸡没有啦？不记得哦，来，阿你刚贵说搞，哎，我叫黄亮哥。亮哥啊？我们说还有吗？好嘞，两分啦，一百啦，啊，两个人加底啦，哦，你是咧加熬哪会？我真正看，爆料真好，爆料袂歹，我，哎，包甲摕做顶包者啦，吼，哎，你的态度真好，你态度真好，我爱教你学，你爱教我学，啊，你也出师傅啊。唱歌你也唱啊，你好，你有法看，你有咩？你有法两个无好话坐啊？是啊，谢谢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十个。来，六个人去啊，干杯双数加两杯啊。还有我、哦、是六个哦。系啊，要200啦。那你再包一个。八个人去啊，来100块来，干杯输。一个不是8粒哦，10粒、15粒、20粒、25粒，100块来，100块，脚松快来，来三个，这里真真季节气炸锅通过掉，真的很好吃，这里板的冰淇淋餐厅拢食得到，来四个，这干贝松真正好食，啊无可能25要卖100啦，是200块啦，话唔对话想紧来100咯，干贝松过来无卖了吧？100块，真正季节出差，等客要去做小羊，好叫你来，100嘛，25粒卖100，来下边要了，左边的小姐，你今天你在现场了吗？来，我来让店员在几场，我了，加啦，干贝叔加一，天惠你有在现场吗？有，你还有来的，加一没办法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来现场拿哦，来干贝海鲜跟纯家伙啊，等等来拿，啊，剩下6包了，好。加了，你其他无买，后面还有，等一下来，等一下来，这家要卖，一当做一摆呢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一个月到就，六个人去啊，我卖买伤济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900公斤，200块，无人6包可以，赶快来，可以啊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六几包几块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六几包，我买1包，等一下来过你要干杯输，好，还没你啊，好价，还没有留，还没有留，等一下来就直接买就好了。来干贝酥100块而已，赶快拿钱哦，没有喽。这不是干贝酥啦，不是干贝海鲜羹啊，烤腰。来下一组。你们要纠正，不要客气的呀。嗯，小芳哎，我的听你看起来是中华菇啊。来鸡排哦，我来。这是什么鸡排啊？它有营养啊。啊，黄米先剥开，黄米先剥开。黄金酥炸鸡排。你先剥开。黄金酥炸猪排哦，小芳哎。鸡排哦。鸡猪不分了哈，来黄米花先花，黄金酥炸鸡排，哦，加大声，来黄米买500好嘞，哎，兵哥哥你家，我是讲明天拢免做人亏，来黄米500好嘞，3杯而已来，4杯而已来500，上面叫黄米大哥呀，没关系啦，再来一支啦，来500好嘞，来5杯而已来黄米，我可能给他少经营钱来500好嘞。来，今日全部贵人客哦，来黄宇大师的来500块来，三位来四位来，来七位哥你也得来，来黄宇500块，我帮你拿，来无咩就等我者，大家就我，我去先我哩，来黄宇500块，来500块，黄宇俾500块，今日无咩就黄宇来大台城，谢谢，带来块。啊、你来面吃，你面包去。来，500块黄鱼，各位人要吃黄鱼无？来，2杯来，3杯给你来，来4杯给你来，来7杯赶快了，就来500了。黄鱼来，最后2位喽，赶快。无黄鱼啊，来500块，各位上不买了？500拢买了诶。来，有小干零想要吃黄鱼也去。啊，你去买鱼啊？两个买，两个小干零个哦。小干零个卖公关买奖金买啦，有啦。小家庭的两三位应该会使啊啦吼，
问公公，你吃不完，来吃不完，你也该想办法。来，小家两个三位，来五百了。耶、yeah ！我公公要上你啊！我讲小家庭俩。你是确定要出来 ？OK OK， 赶快过来。要不你卖三位啊？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来。今天啦，不要黄宇，不要卖三位，三位就死啊！